就自个儿才有的嘛，没了还有什么的？看那块有没有嘛？二的嘛。这都五十的嘛？没看呢。啊，进去。看你熊猫看着好吗？哎，哎呦，看见吗？看见吗？快来，看着好吗？这边，这奶奶给你照，你坐在这儿。这奶奶看见你，这个能看得清楚，这个照的。我乌鸦的肚子。你头痛不痛？没医了还有啊？你看来你那个龙龙头干的。我这边就没了。哎呀，没放我这次。我不要放你。我可不要放。你放进去吧。对不那只熊猫在边面上了，爬树子了，开始。找个爬山就是两个人，狗也长得歪了呀，红的。我看到了，看到了，那就是那只小一点的。那个不行，你看这个。它吃人的，你看吃你的。
你看那个小孩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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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那个茶树当肥料嘛，嗯，就叫肥料还有，嗯，那边还有，嗯，还有。光这个都是小的，看你小的。哦，下来了，下来了。小熊猫在那里。用头子标记跟前面那种猫，嗯，还有啥？哇！可以吧？可以。对，放的。你看哪一年的报道就是这个公鸡养的那个什么长大以后想要放回自然嘛，不是放回去以后活了大概不到两月，就它竞争过那个自然的嘛，被人家一掌打的摔死了，掉到上面去了。他们说身体嘛，啊，大概这样。嗯，他那大自然里头靠自己。肯定是放。嗯。这日子过得悠然自得。嗯。哈哈哈哈哈。今天放大自然，有人尊敬一下。他好灵光啊！真是。他那种干的他能吃的嘛，吧？我以为他是吃新鲜的在那个。他是临时的。嗯，还挺快的。嗯。那人的牙齿咔嚓一下。人牙那不还没他们牙的快。他就是吃这个东西。他有反应的呢。但是那个嫩肠的，他们那把嫩肠的，有一次还有跟着。疼得起，哦，人家有意思，比你吃干的厉害嘛，干的脚都不让我打，你知道？那个尾音好长啊，中间有别的音啊，哎，是不是有别的什么像声音？有，肯定有。嗯，我说的就是，我怀疑。那个好脏，你看到有什么的？有什么不给拿的？什么？我没看到。那个。那个是那男人跟着把他带走，他肯定是吃屎吃的。他们在吃东西呢。Thank you.
本来想回屋里的，这个锁上不给他进去。